萧宇良虾仁诛心事件。Action！ 小龙女不能没有难过。嗯。我没了你会难过。怎么样，刘老师？怎么样，刘老师？给我出去！哎，所以肖宇良，你是什么星座的呀、啊？我这星座就厉害了，水瓶座。水瓶座啊，好，无所谓，反正我也不懂。但我知道你是啥星座。嗯，是吗？不，我知道他的。啊，天平。对对，好的好的。您呢？我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太了解你的，能不能离我坐近一点？可以啊，当然，就是我开始时候也。对，有朋友说连线小花吧啊，我觉得小花啊，终于连线小花了，不然你好可怜，我给他打过去吧。哎，他有没有背过你的在剧里？背呀、啊，也互背是吧？一边儿啊，一边儿啊，我背他呀，我他呀，我哦。小哥捡到小花的黑卡之后，为什么不愿意给胖子？小哥捡到小花的黑卡以后，肯定要交给吴邪啊。刘老师，菩萨知不知道我这三个小时有多难熬？